第二章的最终 BOSS 黄蜂大圣，每次在击倒天命人之后，总会说一句悲凉的话：我已无救，何必回头。其实无救的又何止是他自己，整个第二章出现的全部角色都已经没救了。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虚空独城，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考据式通关的第十期。我们今天继续漫通黄蜂岭，挖掘所见文物的原型，建筑为主，其余为辅。虎先锋、石先锋我们之前打过了，现在可以直面黄蜂大圣了，但我得去先拿定风珠，不然就我这技术能打得过吗？所以得先去黄金古国入口找之前互动过两次的朱兄，他的真名叫做黄袍员外，这是一个首领级别的 BOSS， 直接一顿莽就得了，技能咔咔一交就打败黄袍员外了。被打败之后，朱兄不仅不生气，还很高兴，然后就把我带到了黄金古国的门口，并且给我们讲起了黄金古国的历史。此处曾是沙国王治下的国度，因尊奉黄蜂大圣而被神佛降下各种灾祸，最终陨灭在了黄沙里。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两句诗出自李白的《把酒问月，故人贾纯令于问之》，贾纯可喝不得呀。这两句诗也意味着我们即将要穿越时间，去追溯另一段古老的历史。此处出现的塔与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的石塔寺石塔是高度近似的，这是一座始建于南宋时期的塔，塔身结构近似，且下方都有建筑，但游戏里塔下建筑要复杂一些。然后我们真的穿越到过去了，这时候又会遇到另一个虎先锋。我们之前打的虎先锋和风虎都是这位虎先锋的儿子，后来因为抓唐僧的事儿，这个虎先锋就被猪八戒一耙子打死了。老的虎先锋不算难打，比他那俩儿子好打多了，用各种技能一顿莽，直接就打赢了。因为这个虎先锋跟我们只分高下，不决生死。别，我还请你吃过饭呢。细问几句才发现，原来这沙漠深处有个妖怪，连黄蜂大圣也奈何不得。虎先锋看天命人棍法厉害，便请其出手助力黄蜂大圣降妖。虎先锋背后的这扇门结构还是相对简单的，仔细看两边被埋在黄土中的是两个平阳府君阙，这是前边咱们详解过的素材，上方加了个木头屋顶子，这就是一扇门了。脚下的石阳也是我们路上说过的素材，然后我们见到了黄蜂大圣，也见到了在预告片里出现过的那个大鼓，待会儿他就会击鼓召唤出一个名叫副板的巨虫。副板出自唐代柳宗元的文章《副板传》，讲的是一种小虫，经常会把周边的东西背在身上，而且背上之后就不放下来了，讽刺的是那些舍命不舍财的人。而游戏里的副板可不是一个小虫子，而是一个巨大的虫子，他身上也背着一个巨大的佛头。据通关后的语音说，这指不定是谁的坐骑，灵机菩萨表示你直接念我身份证号得了。头几次打根本摸不清楚机制，后来才知道打他的两个前腿才有伤害，但是也死了两次。死后加载界面这个塔我在刚才的场景中没看到，它的取景地便是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的龙德寺塔，这是一座始建于北宋的石塔。看完这些咱们还得照常通关，我新学了个逃课打法，那叫一个灵验。方法就是一上来它会钻地到我们视角的右侧去，这一刻我们立刻躲进背包躲个3秒左右，再出来的时候就进入二阶段了，他跑到左边来了，这时候我们立刻化身石林林，我不动让你们裸脚，我唱着歌让你们裸脚，就这他也打不动我们。二阶段就这么糊弄过去了。进入三阶段后，黄蜂大圣大喊一声我来助你，便跳下来帮我们打。要知道黄蜂大圣是没有血条的，让他自己打都行，我们直接可以站一边看戏，如果觉得黄蜂大圣打得慢，自己上去打两下也是可以的。好，逃课成功，现在我们打败了副板，得到了定风珠。这件定风珠的文物原型便是这件鎏金双额团花纹银香囊，现藏于陕西宝鸡法门寺博物馆。然后我们奔向本章的最终 BOSS 黄蜂大圣，中途看到了我们在加载界面中所看到的北宋龙德寺塔。另外在奔向最终 BOSS 的路途中，我们还会遇到刚才见到的河北石塔素材复用，不再赘述。然后我们就该去 BOSS 附近的那条路找葫芦仙人了。请听题。 你来，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8个猴。错误。我之前是按照游民星空的地图搜到了这边，本以为葫芦仙人能给我们点什么，结果他就跟我们聊了几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最多附近还有个打坐点。但葫芦仙人背后这背景板可了不得，它就是取景自重庆大足石刻宝顶山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相，
具体取景的区域则是观无量寿佛经变相中九品往生中的下品下生，人在逃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我们目前看到的下品下生就是九品往生里最低的一级。下面我们来对比细节，游戏与现实中都有这块梯形的石碑，石碑上面写的是下品下生的具体内容。这个位置的佛是西方三圣的主尊阿弥陀佛，身上的佛衣相同，皆是双领下垂式袈裟，内藏僧旗之。这个位置的都是观音菩萨，均是头戴花冠。游戏里葫芦仙人站在这边假装雕凿，就给观音胸前的璎珞盖住了，而上边手持花锅豆型法器的则是大势至菩萨。以上三者合并到一起便是西方三圣，中间这个小的则都是从莲花中浮现的化生童子，也是往生极乐者的幼态。大宗师贺就说这么多啊，到了第三章还有，咱们到时候继续说。打黄蜂大圣之前记得去卧虎寺地窖找虚狗，可以练个丹什么的，增加一下能力，我蓝不够用就都加蓝了。最后终于要打黄蜂大圣了，之前曾经和他并肩作战过，他为满城百姓如此义气，我又怎能痛下杀手。但无论是你是我，都逃不过天命，不是吗？此时此刻乌头僧也现出了真身，原来他便是被黄风怪割去了头颅的灵吉菩萨。这里的灵吉菩萨是带胡子的，实际上在山西朔州崇福寺的金代壁画中就有带胡子的菩萨。菩萨无性别，但创作原型终归还是有性别的。灵吉菩萨在恢复原身后也将大圣的第二件遗物给了我。第二章的故事终告完结，然后我们进入片尾动画片。一个背着香笼的书生在顶峰冒雪前行，应该是要进京赶考。他背着的这个香笼功能就是雨衣加行李箱，吃喝书本笔墨纸砚全在里边。而在现实生活中，既有我们刻板印象中的这个样子，也有我们不常见到的这个样子。然后书生在路上救了一个被捕兽夹伤到的小狐狸，然后就把狐狸带回了家。喂狐狸喝水的碗是耀州窑黑釉碗的魔改版，动画里是上白下黑，现实中我只见过上黑下白的。现实中的耀州窑瓷器远不止黑釉碗这一种，各位可以到我天水的几期博物馆视频里先预习一下，等将来再去天水线下巡礼。然后一觉醒来，狐狸居然变成了美女，并且和书生开始进行了深度交流。而给狐狸披衣服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书生看的书还是用竹简做成的，这是发明纸张之前的书写工具，可能这是一本古书，毕竟虚狗给的药方都是纸张，所以这年代应该有纸了。竹简书只能解释为古早时期留下来的经典。另外这个铜灯有点模糊啊，严重耽误我考据了。之后两个人便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中途还路过一个存档点。之后二人又到河里放河灯，因灯是莲花形，故又称放河灯。在现实中一般都是为悼念逝者而进行的行为。之后书生摘橘子的时候，狐狸是用竹鞭罩里在下面接着。有了儿子之后的某天，狐狸想在家里吃活鸡，被书生拦住了，这原始的野性尚未消除。转眼间儿子长大成人，金榜题名，一家人也住进了好房子里。这个色调像是徽派建筑，有青瓦白壁，但缺了马头墙。此时狐狸头上有金钗，胸前有宝石串，额头点着花钿，俨然一副富家太太的姿态。但变声不测，一日书生回家，发现自己的孙子孙女都倒在血泊之中。走进内室，发现妻子狐妖现出了原形，正在啃食他的儿子。醒来才知道这是南柯一梦，小狐狸仍然好端端的趴在他的头顶。因为这个梦，书生杀死了狐狸，杜绝了后患，还把狐狸皮做成了围脖。书生与狐狸的后续剧情我们第三章见。最后这个动画里没见有什么建筑就不多说了。回看第二章黄风岭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路的所见所闻皆是一场求不得。黄风大圣想逆天改命，却终归斗不过神佛和天命人的绞杀。他努力保护的斯哈里国却因为尊奉他而亡国。虎先锋并不知道自己每天吃掉的老鼠曾是他努力保护的一方生民。虎昌为了救儿子不惜每天屠杀村民投喂风虎，但终归没能保住儿子。风虎想像哥哥虎先锋一样被万众敬仰，最后却成了孤家寡人。他唯一的朋友便是虎昌生病的儿子，也被村民用乱石砸死了。流沙国民本想平安过完一生，却被诅咒变成了老鼠，还糊里糊涂的变成了活祭品。书生杀死了狐狸，内心不安，死在第三章里才得解脱。狐狸则冤魂不散，不知书生为何因为一场梦就毁了他的一切。而灵吉菩萨对流沙国降下诅咒时，从未想过他造成的蝴蝶效应会导致自己丢了头颅，直到天命人的到来才终结了这一切。
人生有八苦，神佛妖又如何？这黄风岭的众生谁逃过了这八苦中的求不得？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种下善因，结出来的却全是恶果，这便是命运的捉弄。天堂的穹空布满三昧神风的颜色，但仍然是天堂。试问这样的天堂谁还想要呢？好，我们对第二章黄风岭的解析到此结束，在下期内容中我们即将解析第三章的内容，各位敬请期待。